著一根金的蘆葦當尺，要測量那城新耶路撒冷，城門和城牆，那城的佈置是四方的，長度和寬度都一樣。共有一万二千弗隆，他的长宽高都是相等的，他又量了他的城牆，共计有一百四十四肘，是按照著人的量度尺寸，也是天使的標準，他的城牆是用碧玉建造的，城是精金鑽明淨的玻璃，城牆所有的基石是用，各種珍貴的寶石裝飾的，第一座基石是碧玉，第二是藍寶石，第三是綠瑪瑙，第四是綠寶石，第五是紅瑪瑙，第六是紅寶石，第七是黃璧璽，第八是水蒼玉，就是黃玉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瑪瑙，第十二是紫水晶，十二個滿是十二個珍珠，每一个满都是一颗珍珠，城里的街道都是纯金地，